曾是赴宴，听州宁化人。夫死，守幼子不嫁。少定监口，破宁化县，令左巨桃、江乐县宰黄头令土豪王万全、王伦杰曰：诸寨以拒贼，宴守驻兵给粮，多所杀获。贼奋其败，劫及越众，诸寨不能御，宴乃依黄牛山傍，自为一寨。一日，贼遣数十人来索妇女金帛，宴召其田丁玉曰：汝曹衣食我家，贼求妇女，一时在我。汝念主母，各当用命，不甚急杀我。因解首饰悉与田丁，田丁感激私愤，宴自垂骨，使诸婢鸣金以作其俑。贼复退败，邻乡知其可依，妾加衣黄。牛山避难者甚众，有不能自己者，宴席以加粮助之。于是聚众。日广，复与伦、万全共错置西黄牛山为五寨，选少壮为一丁。有急则互相应援，以为犄角。贼屡攻福客，所活老幼数万人。知南建州城薛遣人已以金帛宴席散给其下，又移除弊矣。老五寨之一丁，且借补其子，名其寨曰万安。世文赵特封宴为工人，人赐官配，其子特与补成姓郎。王茂妻赵氏，饶州乐平人。见言中，茂肩上高九岁，精兵。范云茂弃官逃去，赵从之行。遇金人，复已去，系茂夫妇于刘氏门，而入飘掠刘氏。赵婉转解父，并解茂，谓茂曰：君速去。而金人出，问茂安往，赵他只以误之。金人追之不得，怒赵妻己，杀之。茂方服从薄坚，望之悲痛，归客赵相矣。 PG 3859 藏。茂后世至孝顺兼正。